分享给大家看，这个是 WC17， 它的编号是 WC17， 然后它的亲本呢是Metal Double Dragon 叫那个 Gigantia Man Show 这个个体象耳哦，焦红象哦。那花型呢？这朵是刚开，这朵刚开。对啊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开比较久了，它已经开一段时间了，完全没有褪色。看一下花型哦，花型其实就像象耳的花型这样子，肥肥大大的感觉。那这一株手上这一株是十生苗开出的，它是这一株的第一次开花，首次花。那我觉得它表现还不错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花梗出来之后有五朵花，对。五朵花其实这样的表现还不错，当然你把它种得更好的时候，它那花梗这边有可能继续再藏下来的哦。这朵是开比较久的，可以看到它现在目前并没有褪色的一个迹象，那花茎也还蛮大的，出花这样开到五朵花，我认为它花梗性是很好的，有图有真相。 WC17 呢，我们现在目前有提供十升的植株可以出售，如果有喜欢的话呢，就可以到我们的 Man Show 的官网，就是网址是 manshowogis.com， 或是你在任何的搜寻引擎打万潮蓝园，应该就可以看我们官网有在出售，或者是呢，你可以再写 email 给我， email 是 miuco.chen@gmail.com。这个花色我觉得表现非常的好。